玩吗？哈哈哈，大家看到的这一只啊，这个母犬，还有十来天吧就要生产了啊。你看它现在精神状态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啊，大包子脸，它的毛色属于那种赤红色的。看看，看到没？它的这个乳头啊已经开始肿胀，就比较厉害了啊，说明这狗狗是一定是怀上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别疼别疼。但是具体能生几只我还真猜不出来，但是肚子还可以。下来大家看一下肚子，看到没？肚子离地面啊也就是一个手多一点，垂的还挺，我感觉肚子挺大。大家猜一猜，这么大的肚子能生几只？这个狗狗的话性格是非常好的，看到没有？我在这儿说这么半天它都不动，就站到你旁边，性格是非常好的，包括它的品相，痘痘眉，两边痘痘眉也是非常好，白肚呀，还有包括这个胸前的白肚，大包子脸，腮毛是非常好的啊，喜欢这种赤红色的啊，看到没？毛质非常好，赤红色的，明显能拍得出来啊，赤红色的毛色非常漂亮，还有它这个标准的这个金钱尾啊，看到没有？这种花开得非常好，说明它的毛质是非常不错的。像这个狗狗的话啊，当时给它搭配的是那个小公狗，品相也是非常好，白度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咱们把那个它的老公请出来，你看夫妻俩还挺那个啥啊，看到一个小狗同时都围上去了，你看那俩毛色都属于那种赤红色的。小公狗看到了一个外边这个是个小母狗，你看它真是个渣狗啊，看到美女就不理自己的媳妇儿了啊，这狗不能要。哎，你看它那样子，它是白度非常好啊，而且它的毛质属于那种赤红色的，看到没有？尾巴毛花炸得很开啊，你看它就跟这个小母狗在调情，你看它的媳妇儿就在这儿，竟然找了一个小母狗在这儿闻了闻，渣狗不能找呀。刚才追着玩了一会儿啊，根本就不理他，真是个渣狗，以后我就不找他了。看他往那一趴，这个肚子，哎呀，全部都扁在了地上，累了啊。小孕妇她活动量就比较小一点。好了，咱们今天的话视频就拍到这儿，下期见。